喝不喝奶茶？喝啊，你要点吗？我不喝。那你为什么问我？神经病。喝不喝奶茶？不喝。那我喝。你喝你的，你为什么问我？神经病。喝不喝奶茶？喝，不喝。你自己都不知道喝不喝，神经病。你好。你好。请问这里有人吗？没有，你坐吧。你最近怎么样呀？还行吧。工作忙吗？挺忙的。打算什么时候去旅游？下个月吧，应该有假期。我换个地方跟你说话，我旁边坐了一个神经病，总是回答我的问题。神经病是说一个人脑子有问题，它是一个骂人的词，朋友之间开玩笑也可以用这个词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来 GoEast Online School 和我们一起学习汉语吧。我们下次再见。